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其实特别幸运，因为可以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想法和创意。我觉得中国人以前其实是很优秀的，他们创造出来了很多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。很多中国小孩虽然看起来标新立异，但其实他们挺传统的。人应该学会寻找自己的归属。我已经成为我想成为的人了，能力还不到位，但是状态我觉得已经对了。我觉得酷的人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是很有自信的，但是同时又有很谦虚的一面，这就是我的 double happiness。 My chance new girl